Brown 嘅一個科學家，依個一個核物理學家。佢21歲嘅時候咧，已經係攞咗哥倫比亞大學嘅一個嘅物理學嘅博士學位。咁後來咧就成為美國國防部長，一個科學家做國防部長咧，咁變咗佢個科學嘅嗰個 sense 係特別強嘅。甚至喺佢做國防部長之前咧，佢喺金乃迪政府任內已經係做緊國防部嘅國防研究部門嘅主管人員。所以佢對於整個美國同埋世界國防科技嘅發展咧，佢係瞭如指掌嘅。咁好啦，到佢真係可以做國防部長嘅時候咧，佢仲猛，佢就請咗咩咧？就請咗喺直谷裏邊請嗰啲科技嘅專家。當時一個科技嘅專家咧，就後來都成為國防部長啦，就叫 William Perry， 就去主管武器裝備嘅發展。依兩個人咧就決定咧就係重新去打造美國軍隊，要形成第二次嘅抵消戰略。嚇，依個抵消戰略咧就目的就會抵消蘇聯嘅個核武器同埋常規武器。相對喺美國帶嚟嘅優勢，咁呢個第二次抵消戰略嘅影響就好深遠，都影響到而家。第二次抵消戰略就唔係好似傳統咁樣將原子彈再向輕彈去 upgrade， 亦都唔係話
就濕嘅喎，地下。唉，阿寶，唔該曬，唔該曬，阿寶。唉。唉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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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係啊，唔係啊，要佢唔清乾淨個地下咧，我打唔到膠，我睇唔到，我一定要清乾淨。係啊，唔清唔得，唔得，唔得，我睇，我完全都睇唔到。